今天你们将在维也纳市政厅用英语进行演讲，介绍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。完了，就两个小时，这做到是不可能的。学霸天才，完了，垮了，我根本记不下来啊！我不行。对于英语水平并不是太好的来说，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艾克唐，你球场。73。我哪怕我的英文再差，我也要去调整。就是要挑战，这就是我们跑男的精神。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。Please welcome Mr. Deng Chao, Mr. Li Chen, and Mr. Chen He. Hello. It's working to us. Human activity can have education. 它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今天努力了，这是一个勇敢的尝试。非常好的呈现了有力的行动和影响，非常棒。Please help them. We can change the world.